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王小希，我是来自中国山东的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是在 NDSU 就读，我的专业是药剂，然后在这里我找到了药剂的实习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，然后这儿有很多其他的专业非常的好，然后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在这里有很多那个实习和工作的机会，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 NDSU。